Hello，大家好，没事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装饰我们的圣诞树。松树的香味儿。现在呢，就把这些枝给按一下。不知道是什么品种，但是感觉进来的这几年的圣诞树都特别好。你这样拽一下，不怎么掉树叶，把这个树头给绞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放一个星星在上面。Perfect。这个是当我们。拿了 shadow 的时候买了个猫，这个还不是小鱼的猫，这个是个 shadow 的猫。和女士Hello， 大家好。上一个视频呢，我们就去了那个集市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做那个 polenta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在我们家里自己做，用自己的火，用自己的锅，用自己的、所有的东西做一个 polenta。然后这个呢，也就是我们的第一次，所以我们呢就也许会成功或者会失败。先把这个火给生的旺旺的。啊，大冬天的在外面做饭还怪好玩的。这个呢就是玉米酿，我们先得把这个放在热水里，然后才能变成泡面，然后把这个放在那个锅里煮一两个小时就差不多就好了。白头卡的，在这个火边好暖和呀！哇，还有人给我们准备了 aperitivo。棒棒棒棒！轮番搅，让我搅吧。完了，完了，巴拉棒棒棒棒棒，完了。就这样，小火要在这儿不停的搅，要搅大概一个小时，就差不多好了，估计。太阳落山了，越来越冷了。刚才吃这个普林达的视频忘记拍了，做好之后呢就放在盘子里，然后呢你可以配牛奶吃，或者呢是你自己弄好肉
有专门的一种肉，但是今天我没有做，所以我们今天只配了牛奶，吃了这个 polenta。哇，看看今天我们刚一出门，发现外面下雪了。然后今天小朋友呢，他要到了年末了，要弹钢琴，钢琴表演。耶、yeah ！啊，冷死了！啊！现在有一点点冷了。啊，这个、看不到。看不到，因为前面有这股这个车很亮。地都下白了，已经。你戴个手套再玩，你的手不冷吗？还下的蛮大的，但是今天晚上不会下很大的，顶多下5厘米应该。明天一天温度都挺高的，应该存不住雪。每次跟你去玩流雪的大雨。